叶军校就这样子，他连续的穿着这样子一直往下打 ，OK， 好，因为他现在分数反正也刚好在6分嘛，还不够人家的分数，那王威成现在目前最高分，加油，好，总共20公格里面全部打下来，奖金就是10万元，好，第一球。 瞄了一眼叶俊孝，一连安打继续，王威成，二连安打吧，一连其他三垒来，二三垒有人继续。 第一分，现在目前2垒到3垒，一3垒有人无人出局，得到了1分。给他加油一下嘛，要亲他啊！你要亲他，亲啊！我跟你讲，当他打全垒打的时候，你就亲他一下。对对对对，这样比较合理。我丢，我丢了。先嗨翻之后，魏晨说他不丢了。我现在不管你，只要安打，我们就要亲你。你没打呀？退出棒台，你这样手里拿球，我们就要亲你。 加油！非常紧张，刚才笑口出来。他准备投球了。一垒安打把3垒机会也得到了。第二分了，一垒到2垒，一二垒有人量，没有人出局得到的2分了。对对呀，等会打个全垒打，我们看你他亲你。全垒打，现在右上已经左下两块牌子，王慧成瞄准一点。一垒安打。现在上全垒打，我们要亲你。你如果你第二个人第一次 out， 我们也要亲你，你打到板子，我们也要亲你，加油！所以当两人出局了，最后一个人次而已，这个不亲，等到什么时候亲呢？要给你最大的鼓励，先抱一下再亲呢，抱他。 还有看到一个人这样，够退路。哇塞！王威成，快点！哇塞！我要带整局，你要带整局，对啊，来拿球。王威成，今天喝得很醉，遇过这样同样的事情。 所以你的意思是，等他要打全打，感觉很有意思。现在是叶俊孝不要，不是，因为他亲完他以后，他就投全垒打。你现在是怕他，你再亲他，他都又投全垒打吗？那我们就不要亲他。对呀，我们要让他忍一忍住。OK， 目前5分了，两人出局了，加油。好。 满垒的话，代表3个人都在垒上了，1、2、3垒都有人了。如果再打一支5号的全垒打，我们送你奖金2600元，满贯全垒打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2600元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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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OK 了，车让你抱他，因为你两只拳头打下来的。好，豆花妹。OK。好，爱的鼓励。好，现在两只拳头打下来9分了，加油。得到了第10分了，啊，第十分了，三点有人继续，我们能继续赌球，啊，一连打三点几回得到了11分了，一点有人，加油。
准度很够哦，获得十一分。观众朋友，如果你现在刚转台进来看的话，你不要吓到哦。不要怕。叶俊翔是一个男生，而且是我们台北体院的一位同学，棒球选手。他因为输球了，所以他戴了假发。啊，没有女生长成这样的。不要想。好，来第九。再给我甩头发，你这是要拍续集吗？对不对？你要打棒球，要打棒，这是泰国片。台球，台球，我知道。他的第二集啊，你要打棒球啊。第三集，第三集吧。OK， 加油，第二球。OK， 三连打把一连起回来，得到了。好，第一分，三点有人敢继续。哇，梁浩为例。一人出局。好，一人出局。二连安打。好，再起回来得到了。第二分了，二连有人。不要怕嘛。一连安打，二连起，到三点来，一三点有人。叶俊翔开始接到对方了。第三分，二三连有人得到三分，一连出局。好的，二连打，对，把二三连的机会得到了，第五分了，二连有人。好，又是二连打哈，很恐怖。第六分了，第六分了，二连一连有人来继续。叶俊翔。依然是二垒有人得到了六分。打了一个满垒，把二垒再洗回来，得到了第七分。OK， 现目前满垒，满垒如果打一次全垒打，满贯全垒打送你奖金。